嫂子，你不是上过大学吗？我有个事你给我解释解释。西西，什么事啊？你让我给你解释啥呀？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到咱家快拆迁了，别人啊赔我们家好多好多钱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什么症状呀？西西，这还用解释吗？这意味着你最近要发财了。真的？那咱家房子也不拆迁啊。要不嫂子，你给我两个钱，我去买张彩票好了，如果我中了，我分你一半。西西，你可别坑我了，我可没有钱。西西，你真的要发财了？不知道谁把那个传家宝放在咱家门口，你赶紧去看看。妈，真的假的？你可别忽悠我，我去看看去。婆婆，什么传家宝呀？儿媳妇，你等会儿见机行事就行了。啊，这不就是一把破锄头吗？哪有什么传家宝呀？妈，你骗我有意思吗？门口就一把破锄头，那有什么传家宝？星星，你听我说，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们家后山那块地里有黄金，然后梦就醒了。妈，那能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可是我亲闺女啊，我能骗你吗？对吧，儿媳妇？对，星星，你这是要发财了，那把锄头就是你通往发财路上的金钥匙。妈，那咱还等啥呀？咱们赶紧去看看。这个可不能着急啊，这可是你好张家的传家宝，我跟你嫂子啊都不姓张，只有你跟你哥姓张，你哥又不在家，只有你去。嗯，行，妈，那你跟嫂子在家，我去。就是妈，那个具体在后山哪个位置啊？你跟我说清楚点。星星，我们家后山那块地也不大，你都挖开来看看，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也不知道。行，妈，我先去了。妈，你不会是坑我的吧？不会的，到时候你挖深一点，肯定会有的。好，妈，那我去了。哎呀，你带上水啊，把那块地多翻翻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星星，你扛着锄头和铁锹干嘛去啊？小薇，走，我带你发财去。发财？发什么财呀、啊？星星、啊，小薇，时间紧，我们边走边聊。好，走。星星、啊，我觉得你说这个东西啊，肯定行。关键是有好东西，我们俩怎么分啊？小薇，这可是我先梦着的。咱三七开，我七你三。嗯，行。嗯小薇，这都快挖完了，怎么还没有呀？星星啊，你就是太着急了，好东西啊，它都在最后，咱们抓紧干吧。小薇，你说会不会我妈坑我呀？就你这心态，能成什么大事呀？咱们抓紧干吧。也是，我妈这么疼我，她不会坑我的。婆婆，星星怎么还没回来呀？估计他也快回来了，我们再等一下吧。行，那我们就等一会儿吧。小薇，这地都挖完了，这什么都没有呀，要不我们回去吧。行吧，那我们先回家吃饭吧，等吃饱了有劲了再回来，把这块地也都给他挖了。行，小薇听你的，我们吃饱了再来干。嗯，行，走吧。星星，咱们要记住，勤劳才能致富，咱们不能学懒啊。嗯，星星你回来了，快过来吃饭吧。小薇你也一起来吃点。嫂子，我跟小薇把那片地都挖完了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星星，那地都翻完了吗？不可能没有啊。星星，
别混话了，咱赶紧吃吧，吃完不行咱再去翻一遍。啊，小薇还翻啊？要不然别翻了吧，现在外面都下雨了。美丽啊，不是我说你，现在做什么事情不得努力啊，要不然怎么能成功呢？行行，抓紧吃，吃完咱再睡。小薇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浑身来劲。